韩系美妆席台，小三每日同步贩售。韩国彩妆让女孩们为之疯狂，以前有好多品牌都必须到韩国当地购买，或者是要上网找代购，但现在在台湾不必出国就能享受到韩国最夯的商品。韩国目前最火红的商品就是这款 LG 最新出的牙膏，它是太阳的后裔男主角宋仲基所代言的牙膏。那因为戏剧的关系，让牙膏在上架之后就立即造成轰动，抢购一空。不仅如此，在台湾购买的价格和韩国当地购买的价格差不多，你可以省下机票的费用，在台湾就可以享受最前线的流行。特派员直接到了韩国，访问了贸易商、韩国彩妆品牌厂商，为的就是让大家了解到韩国彩妆的流行趋势，以及如何与台湾通路快速的结合方式。대만으로부터각브랜드별로발주가들어오면보통일주일의시간을소유하여브랜드별로취합하여为了压低商品价格，贸易商向批发商订货，透过海运出货，让台湾的民众可以不用出国，也能享受与韩国同样的价格。知名品牌 Mimi Box 透过与网络名人合作，在社交网站宣传，增加品牌知名度，预计将来台湾设点。其中与知名部落客 Pony 联名打造全新彩妆品牌，希望打破大家对设计师品牌有距离感的想法，让品牌更贴近民众。没时间补妆怎么办？ My Lifting Pack 发明了可撕式唇膜，使用之后24小时不掉色，让你一整天维持美美的状态。这项红翻天的商品透过贸易商、厂商和台湾合作，让商品迅速上架，消费者可使用更优惠的价格买到最夯的产品。现在想要拥有与韩流明星般同样的妆容，与他们使用相同的彩妆商品，走进小三每日，轻轻松松就可以把他们带回家。动行销，爱美也可以省荷包。报道。